懒羊羊。上集说到，兔可爱以罐头为赌注，向懒羊羊发出3-3的地下接球赛邀请。懒羊羊与沸羊羊、美羊羊应战，却因为疏于训练导致美羊羊受伤。得知来龙去脉后，烈羊羊怒斥懒羊羊，并将他逐出球队。这两份是你跟美羊羊的。教练、村长，你们不吃吗？我们等会儿就吃。对了，还没找到懒羊羊吗？没找到。好吧，大家快点吃完去训练吧。好。我四处借来的粮都不够吃2天了，附近的罐头也全都卖光了。再想想办法吧。快点，快点，要再快点！脚步要稳，不能晃。上篮手要伸直，出手力度一定要轻柔。伸直比较重要，柔软更重要。听我的。我觉得舒服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懂什么？听我的！你们别瞎指导了！什么瞎指导？明明是你技术不行。我们这是在帮你提高水平。你们闭上嘴就是帮大忙了。你敢扔我？你们天天在这投篮，还不如赶紧退队回家了。整天在这打扰我训练，别在我面前装了。当初你不也是这么偷懒吗？你们几个想打包退队了是不是？都赶紧出去搬罐头。这么快就放饭了吗？那么想吃你给我全部吃完，吃不完不许停。你怎么买这么多罐头啊？之前的都还没吃完呢。我收到消息，最近出现多起偷盗食物事件，导致很多人粮食紧缺。作为一个合格的球队经理，以防万一，我已经买下了附近所有的罐头。以防万一是假的，趁机让自己少几个对手才是真的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我们经理人长得真是好看，又很贴心呐。少废话了，赶紧动手。那些缺粮食的队伍指不定会来打我们的主意的，你们都给我看好了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对了，我最近听说小羊他们也缺粮食了。好像是。那不会饿得没有力气打球吗？那就退赛呗，那我们就能更轻松地赢得冠军，拿到愿望。不知道懒羊羊现在在哪儿呢？他现在一定很伤心吧。小羊们，看本大王给你们带什么来了。这是。我听说你们粮食短缺，就给你们送些水果罐头过来了。太棒了，灰太狼，这可帮我们解决了个大问题呀。哎，灰太狼，你哪来到这么多水果罐头？这个嘛，你们就不用管了，我可还等着跟你们队打比赛呢。你们继续训练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，灰太狼。懒羊羊，我们现在有很多粮食了，你快回来吧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狼，小羊因为我不会饿到。本大王真是仗义豪放，不愧是篮球主将。嗨，真帅呀、啊！什么时候你们才能像我一样做点充实的事情，而不是每天在这儿偷懒发呆，浪费狼生？你见过有人在烈日下面发呆偷懒的吗？你这么厉害，赶紧帮我们把小偷找出来呀，我们就不用在这浪费狼生了。灰太狼，你回来了。
年纪轻轻的叹什么气呀？好天气都被你叹走了。大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晒被子呀。现在可好了，要收了。对不起。干嘛无精打采的？我做错事了。我害大家的粮食被偷了，还弄伤了美羊羊。我真是太没用了。小小年纪怎么就说自己没用呢？可是确实是因为我贪心，因为我偷懒才连累了大家，而且我也一点忙也帮不上。既然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，那就去改嘛，而不是逃避哦。可是我没脸见大家。真正的朋友才不需要讲什么丢不丢脸的呢。一直以来你们不都是互相扶持的吗？他们不仅是你的朋友，更是你的家人呢。加油，再来一下。多吃点，吃完才有力气训练。我的也给你啊。人总有做错事的时候，重要的是之后你要如何改正自己。懒羊羊，你要认清自己不足的地方，然后努力地去弥补它。总有一天你会成为能担起重任的球员的。好了，你快回去吧，大家肯定都很担心你呢。谢谢你，大妈。我等着在总决赛上看你们的英姿啊！一言为定。加油啊，年轻羊！知道有罐头的就你们八个。小偷肯定在你们中间，他们七个都说不是他们拿的，那小偷就是你喽。怎么办？承认会被开除的。还不肯承认的话，我就把你们通通开除。识相的就自己乖乖站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再这样下去会连累大家的，我不能连累大家呀。灰太狼真厉害。我自己做事自己当。是我干的。好啊，果然是你们，我要把你们全部赶出球队。哼，走就走，你求我们，我们也不会再回来了。没错没错没错。给我走。你们明明不是你们干的，你们为什么要承认？是谁干的无所谓，反正我早就不想待这地狱般的训练营里了。我还是觉得回家捏泥人更好玩。我们要去为这段训练经历写一首歌。歌名我都想好了，叫做直到训练营的尽头绝对大热。你们不是说想拿到那个愿望吗？太难了，已经不想要了。你比我们努力多了，你更有机会拿到的。我们以后就作为观众为你加油了哟，好好照顾自己啊。走了。谢谢大家。不对，明明是一只狼站出来就能解决的事情，我们为什么都要站出来哟？
我已经做错了太多事。我不可以再错下去了。不知道懒羊羊现在怎么样了？希望他能振作起来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教练、村长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你没事就好。大家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太任性了，我不想退队。我想跟大家一起打篮球，我一定会改正错误，努力成为不辜负教练期望的球员。请教练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抬起头来，懒羊羊，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许再犯了。啊，是。也就是说，懒羊羊可以归队了。嗯。哈哈。我一定会努力的，